当我在男友面前故意用力摔东西。咋的了？不是你买奶茶你就买一杯呀，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？不是你说不喝的吗？我说不喝就不喝呀。那我的给你喝。你都喝过了，给狗狗都不喝。哎，你待会儿是不是说加班去了？不能陪我逛啊。那去。我可以请假，我去了也行。去呗，谁让你请了？我当你工作咋整啊？你去吧。你是不是生气了呀？我说，我生什么气？我没生气。那我就去了。去吧。很好，你小子这么完事吧？真的。哎，干嘛呢？不是你咋回来了？这不某人生气了吗？我听说包治百病，这不给某人治病来了吗？还有啊，摔东西怎么能小气呢？随便还小气吧。哎呀，小气了吗？